好奇宝宝来到了行政院的门口，现在我看到好多这个 SNG 车已经到了现场，我没有看到农政的这些抗议的民众，那反正是看到很多警察。哎，我先走了哈，我弄过去我就走了。我看到非常多的警察呢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些媒体们已经就绪了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抗议的伙伴们，他们听说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，可以请问一下他们什么时候被驱离的吗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？不行啊，看来这位长官是沉默是金啊。好，没关系啊。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警察在这边已经部署完成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我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被驱离的，可以告诉一下我们吗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什么时候被驱离的不能告诉我？谢谢，不行吗？啊，这大概是机密啊，这大概是机密。然后这边啊，这些啊，各位警察先生，你们辛苦了啊，一大早就来驱离他们啊。各位警察先生辛苦了，几点就来了哈？啊，已经来了很久了吧哈？警察先生可不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被驱离的？啊？哎，他们什么时候？没有接班的，我们来刚接班而已。哦，你们几点来接班的？8点来接。你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请问一下他们什么时候被驱离的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？因为我昨天来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啊。我是记者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这不是国家机密吧？啊，你也不清楚。 OK， 好，了解了解。哎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被驱离的啊？这不是机密吧？这不是国家机密吗？啊，不可以告诉我们。哎，这位刑警先生，可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被驱离的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边管制哈，麻烦一下。这样。哎，麻烦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不好意思。好，没有，不好意思。那这不是有人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啦，哎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继续拍。麻烦后退哈。麻烦后退。这是我们的土地耶。对的，好，不要推我，不要推我。你也不要推我。这边管制哈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边管制哈。这是人民的土地，好恐怖。好恐怖。哎，等一下。麻烦那边休息。等一下，我大姐，我们过去那边坐。不要为难我们。天气很热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到旁边休息啦。继续拍。来啦，继续拍。天气这么热，不要这么激动，好不好？我有在激动吗？那你为什么这么激动？我只不过要走过去，我走过去一下，那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哎，跟你们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真的看到很可怜。哎，没办法了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好吧。啊。哒哒。算了。好。走到那边去。
Hello，Hello，警察大哥，可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被驱离的吗？昨天凌晨。凌晨呐、啊？凌晨是几点？四点左右。哦。驱离了，要请他们离开的。哦哦哦，谢谢。哦，那这些警察从昨天四点就一直搞到现在啊？四点，现在几点？现在都九点多了。点呐、啊！哇，好辛苦啊！辛苦辛苦，各位警察先生，大家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哎，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你们身上啊。啊。哦，我看到这边还有很多警察。嗯。哎，警察你们辛苦了。昨天我们来这边看，来看他们，就我刚刚过来，他们又被，他们都不在了。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的？这个不算清楚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这样，啊，你们都没有交接哈，哦。这个警察工作，这交接。做得太差了，啊，在护理站他们都有交接班，都会讲一下这前后的事情，你们都没有在交接，啊，真是，这个警察工作跟护理工作的差太远，没有交接，哎，警察先生辛苦了，你们来这多久了？你们站在这多久了？很久，我没办法哈。哎呀，辛苦辛苦，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你们的亲戚朋友身上，啊，大家保重。